我要逛街，我要买衣服，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那个。哼，自己想干啥都可以，我们就不可以。我们做啥都不行，不行就不行，还做什么都错。怎么该听他们的？争论者啥时候是个头啊？鸡去把玩具收拾一下。鸡把桌上的书也收拾一下。仙女去把房间拿来过了。你们没听到吗？我也没有听到。为什么不做？赶紧去，你叫爸爸去做呗。关我什么事？你没看见你爸在忙吗？你们究竟在想些什么？没想什么，就是不想做。我叫不动你们了是吧？没有啊，我们一直在听你使唤啊。对啊，我们正在听你使唤啊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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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